是赖伯，今天是107年8月14号，高雄站，13:53，首发射是556次。今天海线北回线刚好花莲的1213电头加两节新包车，在8节举光，这项新式自动门举光啊，准备驶离高雄站接工了。有相片看吗？在人多多地方大家去看看。原谅，拜拜。各位旅客您好。我想面的话在你的都见到就刚好面人家不以及115次进入三线看往屏东的 PP 之前啊准备时间高雄站接观看有相片看吗在你的都见到就刚好面就这样拜拜加八节未无接话举光号车厢新式自动的举光号驶离高雄站接观看有相片看吗在你的都见到就刚好面以及115次进入三线看往屏东的 PP 之前啊正在等待他的进站有相片看吗在你的都见到就刚好面人家再见我看一文应该就在还没看到车子好就这样再见